为着鼓励家父中心的小朋友会当认真读册，南投家父中心伫今仔早时来颁发春季奖学金，将社会各界的爱心资源摕来帮助弱势学童。我们希望说，让在座还有一些没办法在场的我们的同学们，他们都可以得到适当的支持，让家长放心的让小孩子去就学。大家事业有成，一起来关心我们这个社会，尤其关心像南投偏乡的这种地方的一些弱势的小朋友，一些需要我们去协助的小朋友。所以在这里特别向社长、各位社友致敬，谢谢你们啊！总共有220多班的金额，帮助到800多名的小朋友，会当减轻家庭的负担，专心读册，互因是真感动。就是很开心能来到家父，然后领到这个奖学金。就是尤其是像现在高三，接下来有第二阶段的正式入学，我想希望就是可以利用这笔钱在面试上、在测试上面都有所帮助。很谢谢提供这个奖学金的人。那我们希望说，所有受助的家庭，在可以顺的小朋友，他们可以顺利的就学，让他不会因为家庭的困难影响到求学的路程。那这个过程我们家父中心一直扮演着一个叫桥梁的角色，我们很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。对，刚好那天是对着家父中心的心路，是由家长充满感谢，加上社工以及老师一路的陪伴，让这群学生囡仔会当得到上好的照顾。记者陈伟雄采访报道。